场比赛，世新大学身穿的是白色球衣，高师大身穿蓝色球衣。找到空档之后，左边四十五度角出手，这个球进，高师大抢到篮板，很快的给到篮下地板球给球。是，也不是每一场比赛都会看到他们秀灌篮的这个身手。因为就是说，在八强的阶段当中啊，每一支的球队，相信对手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影片的分析啊。陈杰明，刘明彦，林志伟底线的投射，这个球，哇，这个球还是被丹尼尔给干扰到了。陈建明没进，林志伟。三打二，我再一颗连着两记的 field goal， 马上让他们的一个丹尼尔没有机会做协防，丹尼尔在篮下，这个球被抄下来，很快的左手上来，中框弹起来。朱志祥抢到篮板，自己补进，是八比十一。哇，拼快攻，但这边真的又发生失误，不过被高师大拿回来。林志伟，刚才比的失误再把给画回来。球进，郝立忠执行刚刚的进站加罚，这个球没进，但是高师大抢回篮板，自己上再进。阿西带给陈建宏。李博凯一个后仰跳投，还是被世新给掌握到。再给陈建明到篮下之后，给底线罚四分。哇，这样子一个传球性太远了，对于阿巴西来讲。显赫于右边四十五度角，是被高师大拿下三连胜，那就还要再看。下午另外比赛的场次结果，阿巴西转身转了一圈出来，球弹出来，结果被陈建明抓到，直接在篮下补进。对对对，哇，阿巴西，自己出手三分球，陈建明是要由。经验比较资深的学长来带领啊！哦，篮板球被高师大拿下，陈建明马上再抄回来。哦，阿巴西，球顶自己往里头切，在这边抢回篮板，很快的到篮下，小三角去做一个协防，但是他可以从弧顶到两边的底角这样做一个大三角。林志伟，然后是外围的投射能力，增加你的武器啊！哇，一个防守，这球力道大，直接来到高师大的手中。现在双方四十八比四十二，不到六分差。晃过，被 Sabastin 给扇下来。李博卡，李军，哇！真的遭遇到对方的空军来攻，魏良哲，阿巴西，陈宗明自己投，硬往外给，哇，打在李文廷的脸上。陈建明很快的来到篮下给阿拉西，但还是用右手把球抛进去。哇，陈建明！哇 ，Daniel 的双手灌篮。陈建明晃了一下，球进算，球进算。哇 ，Daniel 再锅。哇，曹立忠、王伟成啊，就是这个配合的非常好啊。但是丹尼尔的补防，中间被抛掉，拍下来之后，现在看高师大，
这个角度你看不到了吧？在这边，台湾队现在不是做只有一两年，他已经深耕了好几年，所以他能够希望。张子怡回到篮下，五分的差距。好球！好吧，球很快。哇！背后给球，张子怡外线没进。好吧，很快的给到简鹤宇。一波！哇！现在每个人秀一轮的，但是整个四强的排名哦。还不一定，他等到今天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才有定论。一把给球，漂亮，你的目标啊！南一级跟尼级的球队啊，都要挺进小巨。接到就投，进了三分球。肯定这个球没进，弹出来现在。来看世锦这边的进攻，自己心中的喜悦了。要等时间倒数结束，最后一次的出手，时间到，100-72。